最近有关于小米旗舰系列小米10的一些消息泄露开始出现，这台产品将颠覆上代设计，带来一些让人心仪的变化和功能特色。鉴于小米每年发布的数字系列产品都在第一季度，那么这款小米10系列预将也会在2020年2月份期间推出。具体小米10系列将会带来哪些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泄露。有爆料称，下代小米10在屏幕上放弃了水滴屏后，也改用了挖孔屏，就可能为三星 AMOLED 的材质挖孔屏，支持120Hz 屏幕刷新率，并且这颗挖孔镜头占用位置很小，位于屏幕左上角，像素为3200万像素超广角，支持 4K30帧视频录制。改用为 AMOLED 材质挖孔屏的小米10还会采用高通新一代超声波指纹解锁。它具有解锁高精准、防灰尘、油腻。最主要，高通发布的新一代指纹解锁传感器，在与上代产品对比，解锁面积大大增加了。使用户在完成解锁时，不必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是能让你更随意地按下手指即可完成解锁，并且增大的解锁辨识面积也让指纹录入变得更简单。现在还有说法是，新的指纹解锁传感器同时也可以用两个指纹认证完成解锁，以此来提高安全性。小米公司现在已经获得了新双屏 5G 手机三星认证，此设备显示有两款，它们最快支持充电速率为66瓦。我们猜测，有可能这是小米10和小米10 Pro 的功能。当然了，小米10系列发布至少应该有三款产品。66瓦超级快充功能将被认为是2020年小米发布旗舰产品的标杆配置。我们怀疑它就是即将推出在小米10系列身上的功能。当然，这一功能仅为小米10和小米10 Pro 提供，在无线充电领域，这台小米10也不会缺少，甚至至少为30瓦的 QA 无线充电功能会出现在他们身上。因为小米9 Pro 已经配备了30瓦的无线充电功率，所以小米10的无线充电功率一定是只会增加，不会降低。现在关于届时小米10系列发布是否有多款产品存在，林斌在进行回复网友描述道，新的小米10 Pro 将接任小米9 Pro， 因此这足以证明小米10 Pro 的存在，并且该系列似乎除小米10和小米10 Pro 外，甚至还有一款小米10 SE 一同出现。另外，小米10系列还会首发骁龙865处理器。前段时间，高通在夏威夷举行的高通峰会时，小米公司副总裁林斌就期间表示，未来的小米10将随高通骁龙865芯片一同亮相，同时还确认了这款旗舰产品可能将是全球首款发布该芯片的智能手机之一。关于骁龙865处理器，需要注意的是，骁龙865不是一颗集成内置 5G 基带的芯片，而是存用未挂 X55 基带实现 5G 网络支持。届时2020年拥有骁龙865处理器的小米10系列或将能为该产品带来卓越的性能。在小米9系列发布后，其配备有后置三镜头，而在小米10身上，四个后置镜头的出现或将成为标配，这也是2020年智能手机镜头的一大变化。同时，小米10也会这次使用之前发布在小米 CC9 Pro 身上的那颗主镜头，1.08亿像素，因为它在此前已经被更多手机摄影用户聚焦所关注。它的特点是拥有超大的1.33:1英寸的底，成像质量卓越，同时还支持最大 4K60帧视频的录制。好了，今天内容就这么多，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